啊？可啊！我相信我可以。啊，不行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没有，我敲石头啦。哦哦。哎，撞失败可以撞两次哦。第二次的话就是一样是要人拍一下，然后多拍一下这样子。哦。我想说能不能想办法晕。应该要你举盾有没有？魔物装在你盾牌上面也有晕眩效果。有、啊。你没有啊？我说应该也要这样。我知道有晕眩效果，可是会倒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知道。我猜测嘛，因为斗阵玩太久了。我只知道充能斧可以啊，其他就不我就不知道了。其他每个我都可以啊，啊会不会倒？充能斧撞到也不会倒啊。没有啊，可以啊。如果其他武器不能倒的话。把都没断，还要速水。速干呢？没戏呀、啊，妈！没看到骷髅头。哦。biu。我去哪里啊？我下面。然后我发现我巨魔的水妖鸟材料好少哦，打太少啊！我也几乎没有打哦。很壮，壮啊！啊，没中 ，sorry。哦，撞了一堆翼龙下来。我劝你们石头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哦，没有，哦，可以，哎、欸啊，哇，穿过去耶，那个侧面角度真是不好看到哎。哈、啊、哈，你脸上的痘痘爆了齁。啊。都在喝水。下一个、哦，哎，骷髅走了。啊、悬梁，交给你了。可以包。罗玉安，啊，谁？黄旗瑞安安。掉了我，哎呦，炫亮！有哎、欸，十秒来得及吗？哎、欸，是炫亮的、喔。摇曳曼湖。哦，这么多、啊？原来不是票哦、喔。我想说，不会吧，一张都没有。说这个行。我刚才想到那个问号是什么？龙好攻击。所以那个符要几个？嗯？那个符不知道要几个？啊，他一次给那么多？做喽。他刚才给我大概三十个。三十个？三四个。三四生产装备，整套不是一般防具，外装备
哦，只要一个哎、欸，各一个，所以要三个。嗯，金狮子的也有哎、欸，黑衣猫，啊，黑衣猫，哦，这是否？哎、欸，我够。哎、欸，我八满。哎、欸，够了，不用打了、欸。一场就够。你拿三个、哦。我拿三个啊。我拿三个。这样你没有。我自己去打、啊。打、啊。没关系啊，打啊。怎么会抛下你呢？看打这个也有经验呐、啊。小雨陈安安，很什么？什么伊布？我家每天都好吵，我很烦。没有一天安静的。丢包，被输住，被打了，我到了。对啊，来了，我补了。选不要，哎、欸，跳歪了吧？没有啊，他贴着走哎、欸。我看的角度是很歪的，摔了。什么？哎、欸，他不给你拍、欸？对啊，我、哦、他走了。莫名其妙。好像跟驯鸟在一起了。欸、没有，上。
还是要飞去哪里？看，绕了一圈呢，我的妈！他都要飞得好远。撞起来。你们放到骷髅头哎、欸！我天，碎了。直接被丢包在这里了，是油范围王爷，看不到骷髅头，好怕啊！我也怕。这样说我就敢爆了。哎，有两块石，快挂嘞！我看不到骷髅头。哎呦，麻痹！哎，还快转弯。啊，死掉！啊，我的船忘记踩陷阱，哎、啊、不，我的船忘记踩足迹，所以看不到骷髅头。哎、啊，这挖尾巴，尾巴的。顶顶安麻痹哇死哇好水哟、欸、再打一场你都只有一个啊对啊就一场一个啊太屌了吧，你就知道我每个任务都是刷到爆、啊，刷。他总共要几个啊？三个啊。干嘛？你刷到对不对？三个对不对？没有，还没。说谎是不好的哦。两个。说谎是不好的哦，没事。哎，打两场，我打三场。嗯，啊，我那把嘞，哦，在这里。那白痴他怕冰火，
就好了。哇，你们都在一号营地啊？没有，我们被丢包了。一号没有啊。啊，那不然。嘿，急招蜻蜓。有知道蜻蜓？有啊。一号营地啊？没有啊，十二号，他旁边啊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一个一号营地。啊，我也。知道蜻蜓，哎，靠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了。哎，大金，哎，睡啦！你看，不是晚上，很鸡掰吧？真的，天空阴阴的，就出现大金了。而且说要雨天才有，都是骗人，骗人的。啊！别撞了。嗯，哦，浮空哦，哎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动作没有吼就吼出来了？就是上面的路，几把。然后他会往下绕，就他停了。哇，三代同堂，三只哦。拿浮空把他撞着，你知道？还跑？
睡了。两把。哦，那我重。哎、欸欸欸。我、哦、好像。有。那痕迹吗？有啊，我这次有捡啊，我这次捡了两个、欸，你看还没看到、啊？看起来不太像。哦，有了，骷髅头了。啊？哦，听他。好，有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先打黑鹰盾斧啊！可啊。那个是哪一个？三啊。也是猎人永远的梦啊。哦，刚好要打浮棉呢、欸。可以。两只哦，哎呀，一只驯龙，一只浮棉。怎样？好险，我有吃饭，我没发现是在这边。哼。我是说那个不错吃啊，菜也没吃哦。再不吃啊？我有啊，我也吃。哎呦！直接把它关起来。还好啦。不要靠近就好，干嘛去关？啊？关起来没差。
猪的位置真好。又走啦！拍我，拍我，拍我！可恶，错龙。猫来喽！到，哎，猫睡着了，猫睡着了。